Hello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是阿轩，欢迎你们再次回到我的频道。你们刚才有发现了，我种草人变成一只了。老实说，就是因为少一只，就是因为狂暴的问题嘛，会互相攻击彼此。所以说，我就把另一只给毙了。Welcome back。但说实在。现在他的百分比图已经在那减少，好，这边少了一只大熊德，我看看啊，大齿龙在哪里 ？Yep， 出来吧，大齿龙。Hi there。这时候，我们现在关心看看我们暴龙。好，这个给他补血，哎，出来了，杀死龙！啊！我看，哎，算了，先停他。来看这个了，他逆时画面，全身绿色，然后身上有一些深绿色的斑纹斑点。哦，真不愧啊！有点恐怖啊，听着又恐怖。好的，刚才说有个游客死了，六个游客死了，不会吧？我现在新等评价已经没了。啊，怎么会？游客到底怎么死的？啊，就他们那个。好，现在我的游客新等又没了，哼。这些游客到底怎么死啊？哇、哦，这叫他们不要离公园大门太远。这些游客是王八蛋吗？哎，说真的，等等，我把这些恐龙全都放出来之后，我再把这游戏卸载啊。好的，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杀手的介绍。他红眼家。红眼睛，哇塞，有点恐怖哦！希望各位观众晚上不要做噩梦。那么我们下次视频见，拜拜。